我的关心是，家己市前里长陈国才和两个后生关怀弱势，每年三个重要节庆拢会进行物资的发放。二十八号在端午节前夕，在正气殿前准备200多份的物资，发送给区公所立管的弱势民众。家己市前里长陈国才甲伊两个后生齐心关怀弱势，每年的三个重要节庆拢会进行物资制作弱势行动。二十八号端午节前夕，在正气殿前准备有200多份的日常食品来发送。是咱配合社会局吼，咱嘉义社会局发放边缘户第三年端午节哦发放物资啊，这拢来自我们台湾全世界所有朋友的爱心。我们钱不多啦啊，但是吼500、1000打咱的钱哦啊，针对社会局啊225户。咱会当发一两个倒三工，啊，也感恩大家一起在行事上。包括平安站绿色街友要10多份，由专车做伙来领。另外，治安协区嘉义市新南派出所也在端午节前来关心绿色家庭。端午节，那我们非常感谢哈，我们之前的前里长哦，陈里长哦，对这个端午节哦发放粽子哦这个义行那。本所新南所，哦，也全力哦配合这个疫情。总是笑面迎人的陈国才伯仔囝，安尼做伙行善也已经有几啦冬了。感谢做伙做善事的朋友，也愿意一直做落去。世新新闻蔡文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